二眼花痴，慈母爱子般的信任。不过慈母爱子的信任还是有罪恶的成分，因为妈妈总认为孩子是我的孩子，所以还是有我的人生在。例如有一位名作家说，慈悲心就是妈妈心，妈妈心就是慈悲心。事实上这两种心绝对不相等的，假如能相等，那么每一个妈妈都是观世音菩萨。但是一个妈妈对她的孩子来讲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但是对别人来讲就不一定是咯。所以妈妈心还是有私心，只要是没有透过修行体验的慈悲心，没有透过问菩提心和恨菩提心双修而产生的大悲心，那都是有限量的，都带有自我的成分在里面。这种慈悲心的力量当然就变成是有限的，要懂得大悲心发起的量，而且知道怎样去修去做，才有办法把它修得好的哦。接着请各位翻开48页倒数第三行的第二句，圣母升起为佛徒，即佛而圣者，心持为信，于求挂三。在这句里面就是第三种情形，我们平常任何持咒或者诵经等等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庄严佛果净土呢？其实都是为了庄严自己，所以每次回向的都说是要庄严佛果土，其实啊都把庄严自己摆在第一，所以才没办法升起48页倒数第三行的第三句的唯信以求，没办法心持唯信以求。我们的每一个持咒任何都要单单只为自己来祈求，而要为佛国土的清净而祈求，不单为自己念，还要为佛而念，为一切众生而念，而此以这样的心来保持非常非常维系的相应完，那这个时候就叫做维系一切，就叫做维系一切。事实上啊，要这样子念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们平常啊念佛都是很粗的三个，没办法念到无论而论，也没办法念到念了无论，因为我们都是很粗心粗意在念，